我非常喜欢刚才Joanne讲到的，其实在杰斯的平台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在这里你可以拥有最公平的起点。如果你想要从今天开始改变你的人生，许下这个心愿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时刻。而你只要把你自己准备好，其他的杰斯通通帮你准备好了。来看看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跟工具。J-Mobile by Jeunesse, your business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Created for busy, on-the-go entrepreneurs, the award-winning J-Mobile app is your direct link to Jeunesse and the world around you. Manage leads and contacts. With the Prospector tool, place leads on specific paths. It's your own personal assistant to remind you when to follow up and even recommend marketing assets to share. Our library of social media, video, and training content is right at your fingertips, at home or on the go.Duplication made easy. With access to new Getting Started tools, now you can onboard your team members in any country with over 30 languages available. You're linked to Jeunesse World Headquarters. Stay in the know with the hottest updates, plus exclusive access to Event Center, Jeunesse Live, and more. J-Office. Your business never sleeps. At any time, get direct access to the Jeunesse back office. You can check reports and manage your team's growth 24/7.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manage your Jeunesse business.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n the world, stay connected and informed with J-Mobile. Download the J-Mobile app today. 只要把你自己准备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大中华区业务暨培训经理 Demi 以及美容产业顾问 Snow Young， 教你如何利用杰斯的工具开展事业。嗨，各位杰斯家人，大家好，欢迎来到线上杰斯大学。我是 Demi， 今天很高兴来跟杰斯家人分享杰斯指尖经济创富攻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资深顾问杨青老师，他是传统领域里面一直深耕着美容产业的顾问，一起来和我们畅谈杰斯创新的商业模式呢，如何结合丰富的行销资源，成为创业者的展业高手。我们欢迎杨青老师。各位杰斯家人大家好，我是杨青。杨青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传统的领域里面主要是协助美容产业公司从零到有的建构，您所指导的包括店务管理、展店，还有人才培训，以及 SOP 的建立，还有项目的管理，当然还有业绩的管理以及行销活动等等。我们想要请教您，就您这么丰富的一个资历来讲的话，当您加入杰斯的时候，您是如何看待杰斯的交互式网购以及它所具备的资源优势呢？杰斯呢是一家结合了网上专卖、网上购物、网上加盟、网上连锁的电子商务公司，它拥有了科研专家研发的尖端科技技术跟产品，透由每位杰斯家人使用产品的心得体验进行推广与分享，让更多人因着杰斯产品而受益。除此之外，杰斯创新的商业模式交互式网购更是独树一格，它是采全球消费往来连锁，因此不但可以自己加盟消费，同时还可以进行全球招商，兼具了电商与新零售的优势。我认为这样的商业模式呢，对创业者建构了核心的竞争力，做出了市场的区隔。所以只要您愿意呢，你可以投入小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全球网络营销的最大商机。是的，有好的创业平台，其实也要有好的创业工具。以网络营销的事业发展来说，如何运用我们的工具流导入市场进行开拓跟行销，将是重要的决胜关键。今天我们就邀请杨青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杰斯有哪些云端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事业的拓展。杰斯呢，除了有强大的平台之外呢，它更提供我们各项营销的工具，目的就是帮助经销商能有效的开拓市场。而在传统产业呢，光是建构这些营销工具呢，对创业者来说就是巨大的耗资才可以达到。所以呢，身为杰斯的经销商，我们是很幸运的，用小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这么多的资源运用。而这些行销工具呢，我来一一为大家说明。首先，我们的杰斯官网呢，就是专属的购物前台，它具有多国的语系，那可以呢，在这个网站上就可以看到公司、产品、
文化还有商机可以一目了然。那一家公司的成立呢，一定要做经营的管理，所以 JOffice 呢，就是针对我们的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行销的部分，可以掌握市场的脉动、消费者的状态，还有业绩的情况。而一家好的公司呢，一定做了很好的培训机制，所以在 JSchool 的云端学习网上呢，有四大学院，上面有非常多的自我学习的工具，还有培训复制的内容。那最后呢，还有这个 JMobile， 它是我们社群工具的拓展网络。我想现在人都是需要建立一个社群平台，拓展我们的人脉。那这个平台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拓展人脉，传递杰斯讯息，它是我们在建构社群的最佳帮手了。没错，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社群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人的地方就有社群，就有讨论度，就有存在的商机。网络时代的来临的确提供更多元的管道以及跟消费者的互动，建立一个可以让消费者或是顾客直接找到你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主要分享的就是杰斯的社群营销发展工具 JMobile，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经营者触及新目标对象，创造崭新商机，锁定特定类型的客户，以及培养客户关系，建立网络，进而呢可以带来更高的销售量，产生更多的业绩。首先，在进入社群行销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在传统的一个社群行销方式，大家常常会有这样的以下的状态，就是常常会在社群软体里面发文呢，他从来不看文章的一个表述，然后可能你也以为自己很了解顾客的需求，并没有去分所谓的目标，盲目的推播。当然有的还会一直过分强调产品啦，或者是自己想推的，总是容易引起消费者跟客户的反感。那杨青老师，我们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吗？就您使用的 JMobile 的经验，跟传统的社群行销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JMobile 呢，运用了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它透过手机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与人沟通，所以它破除了大家没有时间的一个迷思，它可以透过零碎的时间进行有效的运用，而且可以针对顾客不同的需求去发送准确的讯息，提供完整的影片去引发对方的兴趣。若对方愿意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教导他如何透过 JMobile 进行开发，并记录每次的沟通内容，以提供最合适的方案。若发现对方的需求有误时，我们还可以透过改变路径来重新设定行动的步骤。哇，真的是太棒了！社群营销发展工具真的可以让你抓住特定的族群的吸引力，而且让他们留步在你的市场范围内，在滴水穿石的影响之下呢，自然能够获得忠诚度高的顾客群。没错，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JMobile 这个强大的引擎如何引领我们的事业伙伴在一步一步的跟进当中呢，可以建立新的客户群，并推荐成为您的事业伙伴。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JMobile 拥有五大功能，就像一个企业的五个部门一样，分门别类的提供你各项服务，让你轻松的使用。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功能是简易的报表。其实这个简易报表并不简单，它具备了就像一个行销部门，最上面的 JNews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屏幕上提供给您最新的公司消息，随时掌握行销的资源。左边新的提示呢，就是随时提醒你客户的状态，而且可以透过建议行动呢，跟进你联系的客户。杨青老师，这是不是很棒的系统呢？是啊，真的是很棒。对于经营者而言呢，我等于节省了整个行销部门的费用呢。不只是这样呢，公司还提供了很多的行销海报。在传统的事业里面呢，我们光要找人设计海报，除了文案的提供之外呢，还要提供图档。那现在呢，我们不需要自己做，只需要透过杰斯的这个 JMobile 后台呢，运用这些 DM 海报，就可以轻松的传送到社群媒体里面。除此之外呢， JMobile 还有培训部门。对于一个新加入的会员来说，如何在杰斯运用各类的资源进行事业的推广，
都可以在训练影片中找到答案。另外，关于 JMobile APP 的使用以及 JOffice 后台使用的问题，都可以在常见问题集中得到了解答。这些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都是省时省力，可以减少非常多摸索的时间。没错，这个就像我们的行动客服一样，是的，随时随地提供你各个问题的一个咨询以及解答。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第二个功能，就是分享。在这个功能里面呢，公司载入了非常多的行销影片，在各个产品的介绍以及事业有关的影片的提供都有。除此之外呢，还有心灵激励的图片，都可以让经营者运用各种应用的程式，例如微信啊，还有 LINE 啊，或者是 FB 传送出去，让您节省影片制作的时间以及费用，轻松搞定。然后呢，相信很多从事媒体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些影片制作的一个精致度，都不得不佩服公司的一个专业度啊。好，再来第三个功能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潜在客户。这个功能呢，是 JMobile 的核心部分。我们知道，将一个潜在客户发展成为准客户呢，是我们的事业发展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将告诉大家 JMobile 的精准收客以及强力吸粉，如何为我们锁住每一位顾客。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请杨青老师帮我们介绍，他是如何用这个功能发展在客户的发展上面，并从中获得很棒的一个回馈。我们有请杨青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建立潜在的客户，而这潜在客户呢，就可以从我们原有的通讯录之中先导入。我想大家的手机里面都有现有的通讯录，对吧？那我们可以呢，先导入通讯录。那在这个通讯录里面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那这三个里面，你可以看到系统给予三个分类，叫 Hard、Word 跟 Cold。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 A、B、C 级三类的客人。这三类客人依据跟你的关系，你来给他做定位。那首先呢 ，A 级客人是怎么样呢？就是100%你说什么，他就会跟你做什么的人，这就可以称为你的铁粉了。你就可以把它设定为他是你的 hard， 就是 A 级客顾客。第二类呢 ，B 类客人呢，就是你说什么，他可能会做，也可能不会做，大概有50%的几率呢会 follow 你。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先把他设定为他是你的 B 类客人。那 C 类客人呢，可能是你新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你认识很久，可是已经许久没有联络了。那这些人的关系呢，可能跟你都需要重新的建立，你就可以把他设定为 C 类客人，也就是这个 cold。那关系的建立呢，会依据你跟他的互动跟频率不断的在做一些改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每一个月都可以重新调整你跟这个客户的关系跟温度哦。对啊，其实他刚刚杨青老师跟我们分享，真的他可以透过你每一次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脉络去做一个调整，真的随时随地在提醒我们做最好的一个客户管理。而且这个也省去了像以往在传统的部分，我们都是用纸本来去做这样的记录，客户记录，对不对？没错。现在其实导入这样的一个线上系统之后，其实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关注你这样的一个进度的发展。是，所以我们这波JMobile 呢非常的强大哈。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了解客户的需求呢来推播适当的行动步骤给他。那在每个行动步骤里面呢，他都会给予你下一个步骤的建议，你该怎么跟这个客人沟通呢，或者是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他在每个行动都有一个进度的提醒，你完成了这个行动的20%，然后提醒你下一个需要完成的进度，用这样来追踪我们的记录，掌握绩效。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杨青老师针对每一个，它等于就像是 SOP 了嘛，对不对？是，对，针对你追踪一个客户的 SOP 来一一跟我们分析，详细的解释一下，到底在这个强大的功能里面，到底给予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好的，那我就来举个例子哈。刚刚我们在这个 PPT
像的这个马俊先生，他可能我对他的了解是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男性，是一个企业主，是一个老板，那所以他要常常的喝酒应酬，那在这个年纪他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我对他的需求就知道他在内在的需求健康上面是有需求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了解顾客选择这个部分呢，有些客户呢他可能是对于外在的美丽有需求，有些客户是对针对内在的健康有需求，有些人是对事业的机会有想望，所以呢我们针对不同的客人，我们就可以选择对他不同的行动。那以马俊先生为例呢，我就会透由 Reserve 这个影片来引起他的兴趣，我就会把这个影片呢推播给他。那在这个动作之下呢，后台呢就会给予我接下来的一个行动建议，告诉我该怎么样跟他互动跟沟通，他才可以有效的达到我想要的结果。随时要让你掌握时间，对不对？在一个新人的一个启动的时候，当你下一个指令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告诉你下一个动作该做什么。没错，那所以呢，每一个步骤它都给你进度的提醒，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完成了这个30%还是40%还是70%。那在这个不同的进度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公司非常贴心，在后台里面呢有一个完整的路径。当你完成这个行动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了不同的色块。当那个色块完成的时候，你就要针对你对这个客人的互动来决定下一个步骤所要采取的行动。所以如果说我今天选择其他像 Luminous 的话，它一样都有这样的行动步骤跟提醒吗？没错，是的。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们针对每一个客户的需求，其实我们在下一个指令动作的时候，那都有不同指令动作的跟进。哎，对，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客户管理的系统，它可以针对你每个行动的步骤呢掌握进度，而有效的看到对方的回应。因为当我们呢点开就是发送了这个影片的时候，当对方点开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在我的后台直接就可以收到对方现在看了这个影片，而看了多久，看了几次，我都可以一目了然。那在这个系统上面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真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就是每一个您发送系统的时候的这些资讯都显露在这个记录上面。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客户管理的系统，能够让我们有效的追踪跟有效的跟客人进行互动。对啊，真的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客户新人启动的 SOP， 公司也都帮我们做好了，在这样的一个 ZMobile 的系统里面都可以一览无遗，只要跟着做就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ZMobile 的第四个功能，就是统计数据。这个功能就像是公司的 IT 部门集结所有的大数据，提供经营者拥有老板级的专业报表以及及时营销市场的数据。这样的配置呢，只要是杰士的会员都能够轻松拥有。除此之外，统计数据呢还能提供给您在这个系统里你自己以及潜在客户观看影片的数据分析，让您呢找出自己的轨迹记录以及消费者的喜爱频率。那 ZMobile 呢，除了是社群发展的工具之外呢，第五个功能呢，就是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的杰斯事业的管理后台 J Office。在市场拓展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业绩不漏接。因此，以我曾经辅导企业的经验而言 ，J Mobile 所具备的功能与服务真的是无与伦比，也是我们经营者最佳的社群营销发展工具，更是我们经营者的最佳帮手。没错，哇，在看完了 ZMobile 这么强大的引擎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在 ZMobile 的使用上呢，它从吸引客户的注意开始，然后借由图片或影音的发送，让我们的客户产生了兴趣。系统透由这样的一个互动，它会随时发送简讯，让经营者清楚地掌握进度。经营者呢，更可以再进一步地邀请我们的客户参与体验分享会，提升客户入会购买或者是经营的行动力。它真正的从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中呢，打动消费者的内心，而且完全符合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杨青老师，您可以再帮我们整理一下吗？在消费者决策的路径当中，我们除了运用 ZMobile 之外，我们还需要再做好什么才能够事半功倍呢？
好的，我想呢，现在大家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吸引对方对我们的注意。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形象的建立呢，就是个人品牌的基础，因此打造个人形象呢，就是引起注意的一个关键。那在网络平台上呢，需要持续的累积，不要三天捕鱼，五天晒网。那在网络上的点点滴滴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当你在社群平台持续露出内容的时候呢，不但可以让陌生人快速的跟你建立信任感，对于已熟识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更进一步提升你对他的影响力。因此，不管是在微博、微信朋友圈、Facebook、Instagram， 他露出这些图文、影音，你都可以使用 JMobile 的影音内容进行转发，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沟通跟累积客户了。没错，所以我们说 JMobile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社群营销工具，而且在我们说在社群的经营当中呢，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借由丰富的教育性质的文章，或是轻松娱乐性质的图片，都可以或多或少的触及对该领域有兴趣的一个使用者。是的，那我们呢，让别人对我们产生了吸引的这个目光之后，我们要怎么让人家进一步的对我们产生兴趣呢？其实这就有点像哈，男女朋友交往前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对方愿意跟我们做一些有兴趣一起做的事情，有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者出去玩。那同样的，在社群平台上面，我们让人家产生兴趣是有多元的面向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角色多元优势来引发别人的兴趣。那例如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美的代言人，或者是经常举办或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我听说杨青老师常常会举办一些体验会的活动，是也有特别非常多的一个收获，对不对？是，像我们呢，像一些香氛蜡烛的活动啊，这些都会让一些潜在的客户愿意来产生兴趣来接近我们。那从这些活动中，他会获得一些知识，也或许也会因为在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对，然后就会愿意再来接触我们。那所以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你可以继续去分享一些关于健康的知识，或者呢，你可以让别人看到你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那跟着杰斯呢，我们常常会参加各式国内外的旅游，这也是吸引别人的一个方法。还有呢，积极参与全球的线上活动，像现在的杰斯大学，那这些都是可以让别人对我们产生兴趣的一个内容。那在每一次的活动中呢，你都可以露出你的照片或者是影片，你可以放在 FB 的限时动态或者是微信的影音号。透过关注你的这些新老朋友呢，你就可以发现新的名单。那再加这些名单呢，输入到我们刚刚的 JMobile 里面，就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了。没错，我们说杰斯生活化，生活杰斯化，将杰斯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透由杨青老师的解说知道，我们可以为客户制造多元兴趣管道，不管是旧的名单或者是新的机会，都能够为你网罗商机。是的，那我们从这些体验关注自己的新老朋友中呢，我们在线上跟他产生了互动，那我们在线下实体活动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邀约。透过线下活动的参与呢，就可以感染新朋友。在活动体验后呢，根据对方的需求，就可以进行邀约合作，或者是体验产品的邀请。是的，体验分享刚刚有谈过，不管是奖励计划或者是促销活动，甚至是线下的体验会，都是能够去促成合作的可能性。那当朋友呢感受良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促成购买的行动。而我们呢不断的持续这个流程，就是引发别人对我们的关注，产生他的兴趣，然后再来体验的活动，他就会不断就是产生真正的购买。这个正向的流程呢，就会引来更多的人群，还有正向的循环。那不论是对老朋友的引导，或者是新朋友的规划，我们都可以透由 JMobile 的个人资料控管进行追踪与跟进，
让我们能掌握每一个人的进度，也更能客制化的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没错，我们持续以及而且循环结合杰斯多元的云端行销工具，事业真的可以一箭在手。那我们真的是很详细的解说，非常谢谢杨青老师，让我们的杰斯家人受益良多。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行销工具的一个运用，相信只要教会你的伙伴，让他看懂这个巨大引擎所带来的商机以及速度，每个人都照着做，经营事业就变得简单了。杰斯有很好的商业模式，有独步世界技术的产品，有强而有力的平台，以及丰富多元的行销资源。对于创业者而言，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一键创业，分享赚钱。没错，我们善用公司的资源呢，不仅可以精准收客，还能快速吸粉。最重要的呢，是将行销工具的资源运用在市场上开拓以及团队的培育，快速链接合伙人，通力合作，财富倍增。今天的杰斯子间经济创富攻略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非常谢谢 Demi 还有杨青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杰斯提供给大家的资源。真的，你想想看，一家成功的企业要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它需要多么强大的 IT 团队来帮它建构这些背后的技术跟工程。不过你如果加入杰斯，一切我们都为您准备好了，全世界最棒的销售平台，还有我们最棒的销售利器 J Mobile， 当然还有顶尖科学家为我们研发的 Genes 的所有的产品。这一切一切，只要你选择相信，选择加入杰斯，你就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成为自己的老板。